事情是这样的，漫威组合在央视采访的时候，曹薇后说他觉得曼玉说得太全面，让他没得说了，所以他到我们这里要求先说。好，也是接触了第一次，接触了那个在全运赛赛场的第一次亮相。那么对于第一场比赛，那么对自己的发挥有何评价？总体来说我们自己发挥的都还算正常吧。哎，等会儿，重新来一遍，怎么第一次说还不如第二次说？哎，重新来了，重新来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感觉自己第一场，我们第一场，不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乱着。没事没事，把灯给烫。我现在要蒙下去。你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不是，你说的太全面了，刚刚不是那第一次你让你说的呀、啊？刚才问的啥问题来着？问第一场比赛，怎么就是对自己的发挥感觉怎么样？对，就还行，挺好的，就是那个我们班里面挺好的，然后要充分调度好，就非常官方就完了，所以少说两句就行。行，当然可以，当然。你先完成这段采访吧。那我们换一个问题。换了，换了。